我想寄一封信给幸福。你愿意一起帮助我们寄一封信给幸福吗？原住民音乐还有爵士音乐一直都是让大家认为和听众是比较有距离感的音乐。在这次的作品里面，我做了非常多的实验还有尝试，我想要将这样子的声音结合到爵士音乐里面，希望可以替他们写出一封寄给幸福的信，可以给山谷的这些孩子们获得到一点点幸福和温暖。我想要用音乐的力量来改变世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世界的黑暗角落，并且把温暖照进角落里，陪着大家一起等待幸福的来临。